11月27日，李宇春现身首都国际机场。只见他身穿高领黑色毛衣，搭配灰色刺绣花朵毛呢长款大衣，知性优雅。下身黑色休闲裤搭配小白鞋，这一身装扮真是又潮又保暖。可见春春四副搭配满分哦。春春一现身机场就获得大批粉丝簇拥 ，K 超之名的他看起来相当淡定，气场超强。在助理的保护下，春春一言不发，十分淡定的提包往前走。这一路走的是不慌不躁，真是帅气十足。粉丝们也是跟着春春一直走出机场，可见玉米们对春春是真爱呢。这世界很酷。